我说志仙爸爸，今天早上起来啊，感觉也头昏眼花的啊。我掐指一算呢，感觉哎，这两天我们家伙食也不差呀。然后我一寻思，哎，好久没吃炸鸡了，原来是缺的炸鸡。今天我就买了点鸡翅个啊，今天吃炸鸡。然后我又加了点芝士球啊，那种辣丝的点的啊。好，开始做起来。做炸鸡的鸡肉啊，我准备的是这种翅根啊。我们来简单腌制一下，来点牛奶，然后再来点盐、胡椒粉。好，这样腌制个30分钟，开粉。我们今天不做那种湿的面糊了啊，裹上干粉，直接炸就行啊。低锅可以出了啊。炸鸡炸完喽，我们准备一下芝士球啊，蛋一颗。哎，哇，不是热，这锅很腥啊，这么着。有汤嘞，一半粉，啊，来一勺食用油，开始做芝士球。先把这个预拌粉面团拿出来，放个芝士，把它包起来啊，搓成这种圆的。这么大的话，待会儿炸出来是估计得这么膨胀了。大小都差不多啊。好了，准备炸。下一步呢，我们来做一下这个炸鸡的料啊，辣椒粉、糖稀，再来点味淋，再来点酱油、黄糖、蒜末啊，蒜末要多放一点。我们再来点蚝油，半杯水拌一下啊。我们稍微给它来点盐，不能太淡了。OK， 之前的蒜末。我们家之前是酱香、糖稀、白糖、味淋要来点，拌下。芝士球放进去，可以关火了啊！但先不要拿出来，一拿出来它会瘪掉的。现在里面全是空气啊！撒点糖粉，下我们家之前的料啊，葱花。好，开火。刚才做的料汁儿，然后我们下点这个辣椒碎啊，葱花。好了，水分烧干了啊，现在是黏黏稠稠的，我们就可以下炸鸡了。哇，好嘞！出锅，粘，粘。以后我得蒙你蒙你什么？你现在已经脱了。哦，这里粘。我要吃芝士球。芝士球。你敢动吗？啊，对，就是弄这个呢，大舅哥。啊，是的，是的。不是，老二你不动了。空壳。芒果鱼。我觉得全部好吃。我也是，我也是赛高了。赛高了。
地方。와우리깨끗하게먹는다지살짝살짝먹어나이거쉰다에我也有好吃的爸爸我告诉你是什么好吃的爸爸我告诉你一个好吃的爸爸哎呀妈呀这有这么是吗我要吃个芝士球我放了我放了真的感觉难里难大这里面全是空的傻哎不拉丝儿来得着嗯好吃好吃没法嗯맛있다走了太突然了吧先吃色的呢男美牛男的奶其实吃了好几个你其实你三个三个먹자두개먹어요아어이다맛있다라면어찌든이게더맛있다응这个吗응谢谢좋아좋아그래이런거좋아봐응看着唬人这只是一个皮儿里面全是骨筋有技术了对了你来球我本来要泡饭你来球吧球这不是纸老虎吗啥也没就像球一样给两个吧就像球里面的那个气都没了气我都打完气小花要来来你这种狗肉你找肯定的奶茶没喝的奶茶喝多了吃多了别别别아나도날차때문에6개밖에못먹어세개먹어세개다추울추울난거라면이와아我不该喝那奶茶呀喜欢我们的视频点击关注三连哟耶好了我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我明天再见